因为我对大熊猫特别的喜欢，我的女儿的名字就叫盼盼。听说记者来自大熊猫的故乡成都，澳门法制报记者范一华毫不掩饰他对这座城市的喜爱之情。他说，虽然自己没有去过成都，但却一直从不同的渠道了解这座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关于大熊猫的信息。去年他得知成都有了熊猫之都的新规划，面积将新增69平方公里。在四川团开放日上，他采访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研究中心主任侯荣，得知规划中心的熊猫摇篮、熊猫家园、熊猫之村三个项目预计今年将开工建设，他对此很是期待。我为成都点赞，就在两会结束后，我就要去一趟成都，去到大熊猫的繁殖基地去看一看大熊猫。为什么要打造熊猫之都？这还得从去年四月成都提出打造天府文化说起。大熊猫文化与古蜀文化、三国文化一起，代表成都特有的地域文化，成为天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大熊猫也是国家的外交使者。国外旅居的50多只大熊猫分别生活在美、德、日、英等14个国家，是吸引境外游客的萌宝宝，成为成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名片。这一点让常年待在瑞士的北欧绿色邮报网记者陈雪飞深有感触。作为大熊猫的粉丝，他也很关注成都对于大熊猫的品牌建设。在了解到首条主题绿道环绕成都市区的三环路熊猫绿道已经分段开放后，陈雪飞有些激动，去绿意盎然的熊猫绿道散散步成了他的心愿。那肯定有一种更加温馨、更加这个舒服啊、愉快的这种感觉。这也是我们建设这个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还有这个和谐社会的一个很好的实践。成都，我愿意为你点赞。我也愿意到这个熊猫绿道上走一走、看一看。除此之外，5.1平方公里的中国最大露天熊猫文化博物馆提速建设，国内首家熊猫国际艺术中心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开馆，不断创新开发的大熊猫精品文创产品让成都的熊猫文化氛围愈发浓厚。成都实施大熊猫品牌战略的决心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纷纷愿意为这座城市站台。一提到熊猫就想到中国，它这个就是中国的元素，它是就是特别浓厚的，它选的这个是特别正确的。成都的这样一个做法，我们作为国人是很骄傲，觉得做得非常好。成都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之地，然后呢，我一直很想去成都亲眼看一下熊猫。对，那刚才想到成都，就直接想到大熊猫了，就是保持自身的一个特色，然后保持自身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就是额外的一些经济啊、投资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全国两会上有3000多名中外记者，大家对彼此生活的城市其实并不是很熟悉，但我发现只要我说我来自大熊猫的故乡，大家都能在很快的时间内说出四川成都。由此可见，大熊猫在每个人心底是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如何让这个印记在每个人的心底延伸至更深？我想通过对熊猫之都的打造与建设，通过对大熊猫文化的深度挖掘，这个最萌的代言人未来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成都欣赏它的美丽与魅力。本台全国两会报道组北京报道。